观众朋友们下午好，欢迎收看桃花坞今日要闻。今日主要内容有：桃花坞务民为文娱建设添砖加瓦，理想社区完工在即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开运集团高效利用烘焙坊，大力推进音乐餐吧项目。这是我们的灯吗？对，肯定是啊。那啥呀？留音机。是什么？留声机。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功放。功放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扩音剂是吗？不是，哎，来，给你学习一下。哎呀，这就是我说的，就这个意思。谷仓变身美术馆，发起人周杰全情投入，亲力亲为。竖着放，对，再高一点，再高。就是你会觉得这里需要一个美术馆。这里为什么不需要美术馆啊？我觉得美术馆越多越好吧。哎，往那边一点点，抬起来一点。美术馆就是一个成熟的社区该有的东西，其实也是生活提高的标准或者象征吧。师傅，你让开，让我看一下这高度。挺好的。嗯，挺好的。嗯，这边高了一点。师傅，左边高了。高了0.3公分。对，我的眼睛肯定是，你相信我，我天天看这个，太可怕了，看水平的。不行，还高，你没有降多少，基本上降了0.01、0.1，再降一点。哇哦，杰哥！你先不要来看，现在还在布展，不要来。哦，好漂亮哦！刚才我已经跟丹丹姐要求不要来。哦，有要求吗？对。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。那为什么陈晨晨可以来？为什么陈晨晨可以来，我不可以来？我走，别拉我！哎，真的没人拉我。你已经来了就来吧。他们两个都能来。他们俩在帮我布展。哦，最可爱吗？好厉害哦，你们！哎，为什么在里面要撑伞？哇，好棒哦！这妈妈年轻的时候，对对。而且杰哥，他后面现在有个镜子，和这个还可以产生一个关系，你可以看到自己。这样写上一句话哈。对，那你就写个时光，或者是岁月，或者是你来写吧。曾经，你来写。你今天6月3号，可以可以，就这样挺好。就这样吗？对，这样就好看了。建设进度势如破竹，更有神秘来宾为物增光。哇哦！我这个衬衣跟这花是完全一个颜色。桃花坞喜迎贵客，知名建筑设计师桃花坞建筑设计师马清运。马老师，哎，苏老师，太好了，太开心了，终于您过来了。苏芒老师啊，太好了。哎呀，您建的这个太好了，可漂亮了。现在就是为这个天。太漂亮了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太漂亮了，而且就是这个整个的色彩，然后加上这个道路，哎、没错，简直是美极了。你看这个白云，真是美的呀。财务总监苏芒女士和650电台台长汪苏龙先生陪同视察桃花坞改造新面貌。可以，蘑菇，哇哦，哎呦，我觉得比我期待的好太多了，是吧？真有内容，太好了。因为我清理清楚，这个场景并不是完美的，已经打磨过的最后的状态啊。对，而且你们大家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经历，很快到这儿就融为一体，这个还是挺感动的。老师，这个镜子你当时是什么理念呢？地上这个镜子，我觉得这个特别好，我很喜欢这个。这就没水的景。哦，没水的景。对呀，啊 ，Well without water， 就是这个意思。是我浅薄了，如果赶上天气好的话，反射出这个蓝天这个样子，也就像是水一样，就是水。对，那我们一起照这镜子吧，王姐。现在这是最流行的拍照方法，这里。哎呦，你看这片云，我觉得这片云现在来的太是时候了。